打开腾讯视频 APP， 首页搜索“忘不了餐厅”，更多新鲜视频、独家花絮，等你来看。本节目由健康饮水的倡导者养生堂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看得见的真肉粒，忘不了的麦富迪。本节目由国际宠粮麦富迪联合赞助播出。本节目燃气灶由百年燃器具品牌林内提供。本节目由中国平安人寿赞助播出。平安福，全面保障，为爱守护。本节目指电空调奥克斯，奥克斯互联网直卖空调赞助播出。你们昨天睡好了吗？没有，他们睡得很好呀。有点舍不得。今天有什么想法呀？今天最后一天上家，觉得怎么样？有点难受，心里面有点恋恋不舍。关系上处得很好，今天说要分开，我们很多人都忍不住，都是眼眶里面含着泪水的。哈哈，很安静嘛，人呢？人都没来吗？太不严肃了，上班怎么可以迟到呢？还要我来提醒吗？这些事情。哎呦 ，Hello。哎呀，朋友们好啊，勇哥。走。其他人呢？你第一个。天哪，太不严肃了，这帮人无组织无纪律。我看这个店长要换呢。有，你看我才来一天，第二天我如此的积极。黄渤，无组织无纪律，开什么玩笑？店长迟到，祖儿，年龄太小了，不行的。看来就是你最佳人选了，是吧？只有我，啊，还有谁？啊，还有谁？还有谁？清早起床。哎呦，你看，他们是组团来的，组团迟到。天哪，不敢想象你们这些员工啊，你们这样的工作态度，迟到这么久，这段会被剪掉的。真的吗？我很努力的说了很久很久，你们考虑考虑吧，这个店要怎么经营下去？如果你们每一天都这么晚来，怎么搞？这就是说请来外援的好处，你知道吗？因为今天陈赫来了以后，我们就心里边特别的踏实。真的是，过去我们农民家有两亩地，这就咱这地儿，再有头牛，你还再有头牛，你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啊？我今天已经做好准备，就是我要辛苦一点，当一个品菜员。品菜员是有可能的啊。你先过来，我觉得今天你先在这里边不能那么的突兀哈。突兀，今天是我们最后一天营业，你特别幸运。对嘛，你看看这里边我单独给你准备了一件。你看，对呀，这搞一个盔甲，搞一个圣衣给我也是对的，一直显得自己很空啊。不对，哎，可以。对，这也很好，这很好啊，这非常好。你看，给我配一个穿上圣衣的音乐。哒哒滴哒滴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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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滴！哇，这扣就扣不上啊！不是，也不要弄得那么紧呐，真的扣不上。哎，你们这别扣了！哎呀！这别扣了，这样显有腰，你看嘛，腰身。你看，真的，
爸爸，大家好。爸爸，他不抱我了，我走了。抱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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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表演你的节目是啥？我是报幕的，我现在还没搞懂，就是现在突然间又搞不懂。我就是，那是这样的嘛。小敏爷爷，你怎么把最后一天的流程都忘了？还有这个呢，知道了。今天你的主持压力可很大啊。我知道。啊？嗯。那很重要啊，小蛋，小蛋了，好的呀。我们要准备了，今天呢是我们最后一天营业，我们希望是一个红红火火的结束。我们在这里吃了最后一餐饭喽。明天就走了，我会想你们的。没事，辉哥，好好保养身体。咱们这是一年一季，咱还后边还有的是时间呢。真的？一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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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的那些照片，它是有底稿的吧？嗯，有没有底稿的这些照片？这个每一张照片只有一张。那就是全都没有了。今天是我们这季最后一次员工餐，所以今天特别的丰盛，好极了。因为是最后一天了嘛，尽量让自己不要一直去想这件事情。我们要做一次特别的菜。今天的员工餐其实是花了很长的时间去准备，一直是在想嘛，老人比较能吃得动，会味道比较好这种菜。我吃下就差点忘了自己叫什么。嗯，好吃，这里还有松茸哦。嗯，就是啊，很难得的有松茸啊。啊，怪不得那么好吃。Quando passa com seu vestido grená, todo mundo diz que é boa, mas como a vizinha não há.Ela mexe com as caras. 粉蒸肉，哇！哇！这粉蒸肉一直在挑衅我。做出一些手势，你过来，你快过来，过来。这你这不对的。哎呀！这个粉蒸肉在干什么？我觉得
以后我们这个最后一次来的这个员工不只要干活还要收钱，你知道吧？哎呀，收什么钱呢，做这么多也吃不完吧，我来就帮助大家。哇，完了，我这围裙要开一点了，系得有点紧，我这勒的后面一条了已经。我觉得你今天真应该破一次例，真的，那口水咽呢，我的天，我在这看着，哎呀！但你吃这个素，你也不见瘦啊。难道我们今天不值得让你破一次例吗？本身就是你可能不坐在这儿，我的毅力还没有那么坚强，但是看到你，我觉得真的不行，真的不行。咱们呢，今天是这一次的营业的最后一天，咱们今天还是要站好最后一班岗。吃完了吗？好了，我们今天要稍微快一点了。啊，大小姐已经写上了哈。啊，要写吧。啊，谢谢谢谢谢。因为这个玉林掉了。今天是我们这一期营业的最后一天。哦。好嘞。今天做一个仪式吧，我们开业的仪式。好。来，最后的一次仪式了。好，今天我们集体喊哈，好，预备，忘不了餐厅，忘不忘，我说了算，我说了算。哦，耶，加油，加油，开业喽！开业了。敲锣打鼓喽！当当当当。你好，帅小伙，没有，谢谢。你们餐厅还挺不好找的哈，在这么多餐厅当中。你早说您来，我去接您去。对啊，啊，我认识他们。你是哪一位？谁来了？你看这谁？我不知道。倪萍姐姐。倪萍。我是。倪萍奶奶，倪萍奶奶，你是猪猪奶奶啊？我知道你公主奶奶，哎，你是倪萍啊？他是谁啊？倪萍你不认识？倪萍老师你不认识？哦，倪萍，唱歌家，大妹子，山东大妹子来的。对，倪萍老师，大妹。你认识吗？认识，我可以叫她大妹子了。当然了，大妹子，大乔，你好，大乔哥哥，你好，我是你们的粉丝，谢谢，快请里边去，快请里边坐，里边坐。左安，你好，特别好的一个孩子，就是辣椒吃的有点棒。今天不会给我辣椒吃吧？您能吃辣椒吗？不行，要关心奶奶。这就是，我就看你到底是不是欺软怕硬的人，真的是。不是。要今天，倪萍姐来了以后说你就不敢吃了，那你是对前面的，真的。他是对老年人还是关心的？他对年纪像舒淇这样的使劲吃。快请进。我就是觉得不能让倪萍姐觉得我们餐厅是缺失了这个环节的。你看，就是。倪萍姐姐是不是就是虽然你不能吃，但是呢，就是因为表示对你的欢迎，所以这个事儿我们确实也得了了，就让店长代替你吃了，就看够不够意思了，没事，不够意思我都绑起来了，妈。你拿的是什么？辣椒吗？你为什么是一坨的东西？不是，就是因为我给它掰折了，为了让你好出点味儿嘛。你能不能拿一个？倪萍姐姐，欢迎你来到我们餐厅，耶！
来，要交。不是，哎，这样也太草率了，是不是像我昨天那样吃个全套呀？可以的，可以的。很辣哈，很辣的，很辣，这一种很辣，很辣哈。哎，你还能行啊？还能行？说明小事都可以帮我，大事一定可以求他。真是。啊，你刚才是又绑着我的是吧？你真的，你已经把这事做得很绝了，真的。快，小伙算账，快快请坐，快请坐。好，有人怕了，你凉的。尝一下我们的手艺吧。好啊，好啊，好。哥，你比较闲啊？闲。我告诉你，我平常的工作是什么？等客，拉客。还不容易出去晃一圈，来百八十个人。你好，有没有人？开张啦！今天有没有朋友啊？开业啦！开业喽！我已经习惯了，你大喊两声，然后一个人不来。兄弟，怎么说？饿不饿？哎，狗都不理我。哎，这两位朋友，你好。这个吃饭了？吃饭吗？吃饭。哎呀，哥哥别着急，别着急。干嘛？吃饭也不行啊？我是预约制的。看，我掐指一算。掐指一算。应该。你倒是掐呀。掐。掐指一算，一号桌。来，请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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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聪明了。请进，请进，请进。应该的。还有谁？咱们是预约制的，哟，我都不知道这么高端，那我为什么还在门口叫呢？都预约了，啊，咋了？都预约了，为什么还在门口叫呢？没有，预约是一部分，然后没预约，如果有位置也是一部分。原来是这样，我经历了什么？欢迎欢迎欢迎。坐，你们慢慢坐，我给那个人倒那个柠檬水。哎 ，Hello， 你好，你好，你好，欢迎，请坐，欢迎，欢迎，欢迎，来，请坐。你们请坐啊，我给你们倒水啊。红烧肉，鲍鱼红烧肉05号。请喝水。谢谢，谢谢。我们在电视看过您，所以专门过来的。好感谢你们的，你们的支持真的我很感谢，真的。您从北京来啊？我从北京来。哦，嗯，昨天来了。啊，昨天晚上来的。你们在这多长时间了？我们是开业了，我们才来的。蒲公英奶奶，你说心里话，回到家里会想念他们？当然会，我们这两天都在讲，不舍得哈。是的，很难忘的一段经历。也很难忘的一段友情。我们从电视外看你们在电视里头，虽然你们在忙着干活，但我始终觉得黄渤他们这所有的孩子是用手心捧着你们这五个宝贝。没错没错，特别有感触。我们干了一点事，其实在后面干了很多很多的。你们有的时候像孩子一样的，是宠着我们呢，宠着你们，真是宠着我们。感谢他，非常感谢他，他对我们简直是说捧在手心里一样，而且他能够很容易理解我们心里有什么想法，他看在眼里，马上就会解决，这一点是非常好的，这也体现了一个年轻人对老一托人的一种孝顺与爱护。对，我们今天晚上有一个联欢会。我突然想起来了，这机会到眼前了。今天晚上您都来了，您不给我们主持一下？
哎呀，可以呀、啊、呀！我说实在，能为你们餐厅做任何事我都想好了。擦地刷碗都是我的长项。那又呵，别，我就用就用在刀尖上。陈赫，陈赫主持，我很忙的。就是上台你就觉得。陈赫，跟你一起主持怎么样？弄好，弄好呀！好好好，弄好呀！以他为主。就我们这个餐厅的档次，你觉得陈赫能撑得起这场来吗？我觉得不太行，就是油腻腻的那种感觉。没有，就是不可能，都是这么多年的朋友，不可能的，朋友，朋友才背后给你一刀。祖儿，这么小，你这么小会这样吗？啊，是这样，陈赫，我也觉得你也自己想一下，如果说主持人这个行业，在你跟倪萍老师之间选一个，你会选谁？谁？那我得给跪下，现在马上。我觉得跪下是不够的，应该是五体投地，直接就这样趴下。那就今天你帮我们出，没问题，没问题。您跟那个小敏爷爷两个人，跟小敏爷爷啊，我一定要让他超过赵忠祥老师。绝对的，我都可以给你回答呀，可以啊。我们给你找了一个新搭档，把这个换掉，换成倪萍姐姐行不行？哦呦，那是太荣幸了！哎呦，以你为主了。我先问你啊，你知不知道我原来的搭档是谁啊？我晓得，春节晚会你跟那个，哎呦，我现在叫不出来嘞。赵忠祥。啊，赵忠祥。啊。你今天一定要超过他。不行，我现在记性很差，给记者一点勇气吗？你想想，你说没有你的风格，说我这辈子就主持过一次节目，跟倪萍主持的啊，哈哈，你这还了得？太荣幸了啊，太荣幸了。你对这个餐厅比我还了解，你肯定比我主持的好。不见得，你要多想一点词儿。晓得了啊，哈哈。三号上菜。这是我的嘞，嗯。小敏爷今年多大了？70。啊、哦，你家里有几个孩子？就一个。你老伴是干什么的？我老伴是化工厂的分析员吧？啊、嗯，那他对你好吗？好啊，我要不是他，及早发现把我送到医院去，我可能现到现在也不在人世了。啊，有一个老伴是最幸福的事儿哈。那你很有福，小敏爷爷。我有福，找到那么好媳妇。对呀。各位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呢，是我们这一季《忘不了餐厅》的最后一期，所以说呢，今天中午我们的午餐结束以后，我们会有一个联欢会，然后呢，老人们会有一些节目给大家表演。如果说大家有时间的话，不打扰你们工作的话，也欢迎你们留下来看我们的节目。好，谢谢龙哥，谢谢。他是我们这次这个你招待的最后一桌客人，今天晚上我们的联欢会，你要不要跟他们介绍一下，把他们留下来给我们当你们的观众？可以吧？可以，你要不要邀请他们？那我就先得邀请你们，你给我们看我跳舞，好不好？如果点了红烧肉的话，我建议再点一点米饭，因为太好吃了。必须要点。都要吗？一人一碗。一人，没问题。那个大乔爷爷那一桌加四碗米饭，四碗米饭是吧？加四碗米饭，是不是这个时候觉得需要一碗米饭？不行的，我要吃了米饭，我一定少吃菜的。中午，难得来一次，我觉得不妨呢，对不对？一份饭，好。公主奶奶那一桌加一碗米饭，公主奶奶那一桌，啊。怎么样？我都开始推荐米饭了。米饭的利润有点低，推荐的利润高的，你知道吗？哎呀，没事。公主奶奶，我可喜欢你了。是吗？哎呀，我好高兴，谢谢你喜欢我。奶奶，就是我想请问您个事。嗯。阿尔茨海默病，这个就是它的成因有没有就是把自己老是关在家里面有关？因为我爸爸他。整天关在家，我想请问会不会有这方面的风险？当然了，他这个
老是捐在家里，这个风险是很大的。但是他不听劝，就是我们总是让他出去交朋友，但他不出去，请问有没有什么办法？如果我想哈，要是儿女有时间的话，多带他出去，或者是你就硬性的就给他办个什么班儿。奶奶坐一会儿。红烧肉很好吃，一流。沙拉也是我喜欢吃的，但是我因为吃的早饭比较晚，所以不饿。你能收了吗？行，您吃饱了是吧？吃饱了，那我先把它收了给您。怎么样？味道怎么样？真的不错啊！我原来想你们做节目，餐厅好不到哪儿去。哎，真的不错。那可不是，还有脆皮鸡，还有好多呢。你这一个人可能吃不了那么多。我给这。三个奶奶两个爷爷带了这个小礼物，虽然小，但是它特别有用，对他们来说啊。这个手表啊，第一摁键家里就知道我在哪儿，假如我走丢了你就摁这个键，电话就打过去了，定位服务啊。第二，准确的看时间，它是那个 Sempra，就等于是全网覆盖，戴在手上不容易丢，你急救也可以打定位，全都可以。我还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他们戴上以后不准忘记我。不会，肯定不会，不会，肯定不会。哦，不会，不会，不会。奶奶给你一个，谢谢。给你一个东西不多，但是我真的内心表达我的爱，表达我的爱，真的是一份心意，对，一份心意。奶奶，谢谢，谢谢小米。我特别高兴你这么相信我，你们几个人刚才一坐下我们就心灵就沟通了，非常感谢。别拿自己这个这点问题然后说我记不了事儿，必须记住我。我知道忘不了昌黎，我在这里一生中永远不会忘记。实际上我是不舍得，我是忘不了他们，更加忘不了这个节目。可以买单了啊，那来点水吧。好，谢谢。很荣幸今天你们是我们这一次最后一批客人。然后我们接待的客人可能也是最后一桌客人了。这是馄饨，慢用啊。谢谢。不用谢，不要客气啊。对不起啊，等的时间长了啊，慢用啊。谢谢谢谢。不要紧。好，我是给你泡上还是就这样？没问题，没问题，不会。加点热水，加点热水是吗？没有那么烫，但是还行。对，服务使我快乐呀。不如把外边的地也扫了。哦，好嘞。啊，睡觉。我们这儿啊，少一张床。如果有一张床，大家在工作一旦累了，说哎，兄弟帮我一下，我去休息十分钟。不，我们都是这样的。我们要谁觉得累了，我们就出去吃个辣椒就好了。你是有点累了是吧，哥？哎。怎么办呢？我觉得果实也不能浪费，还是要给他，把它给需要的人。真乃是精挑细选的。我的天哪，太可怕了，恶魔的这个。
客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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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里推推啊。一起跟左说拜拜，来，三二一，拜拜，拜拜。你怎么回事？拜拜。让他去那边，隔壁，隔壁，小米，救我。去那儿，那有个房子。去那儿，那有个房子。对。什么？去那儿有个房子。什么？花花的房子。有什么？有您的房子。花花的房子。哎，我们不理他，不理他。这些无情的人。看现在是几点了？这个，哎呀，这个，说不出来。让我们进，让我进，让你们进。是，就是因为我给它掰折了，为了让你好出点味儿嘛。耶！哟！太有默契了，跟着。那儿，他的门都关了。好，感受到了吗？来，我们再关上，拜拜。天哪，这么坏，欺负好孩子是不允许的。最后还是倪萍姐姐把我放进来。对，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善良的人。对呀、啊。这坏人啊，我觉得来，咱们再把他弄外面。你就在大庭广众之下不要走，真的是，看，哎，小心小心。啊，我们这个餐厅的余兴节目啊，这是。怎么摸的？你真的，我的心凉凉的。等一会儿就热了。我在水热热。你刚才为什么跟我说拜拜？他们跟你拜拜吗？我跟你拜拜。他们跟我拜拜，你也跟我拜拜，你都不把我放进来的。这是大家的心声吗？对不对？怎么回事？最后一天我看破了你们这些人，真的。咱们反正最后一天的造反呗，就是造，搞香啊，诺脏我，左儿帮我拿个杯子。哎，喝酒了对吧？刚才。哎呦，最后一天，我要造反。嗯。哎呀妈呀，要造反！
真的，咱们现在说不鼓励暴力教育啊，棍棒底下什么出孝子什么的，但你说有时候这样孩子真的需要，这孩子你真是你就说什么呢，博哥，忍不住的想不给他两下子吧，你就觉得心里边真不太过意的去。这位老人，谁让你坐下的？你起来。我是帮着占个座儿，要不然被你给坐了。你看你刚才坐那么长，对，要不然被你给坐了。看错了，让坐，您坐，您坐，坐一会儿。哎呀呀！我告诉我赶紧。买单，买单，买单。妈呀！他们是最后一桌客人了，是我们这个餐厅的最后一桌客人，这是我们这次最后一桌，最后还会有上一次吗？有第二季吗？我希望，我希望咱们不是最后一次。我刚才跟店长说了，我说的让谁在这嘎真正开一个餐厅，就是我来当服务员，我不要钱，我觉得会有这个可能性，而且可能性很大，因为我感觉搁这太快乐了。这是第一个，对，第一个。我现在是导演啊。过一会儿呢，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哎，掌声还可以，尖叫声少了那么一点点。一二三。真的，我你感受到已经在演唱会上。好紧张，快快快，开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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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你先往前走，你要主持，你赶快去好不好？好的。我们的音乐家其实他是一个很优秀的一个主持人啊，这个天天，对，杨若天、今天他来给我们的老人们伴奏啊，各种曲风他今天都要掌握。我们现在可以先给我们的观众舒缓一曲好不好？好。先生们、女士们，欢迎大家光临忘不了餐厅。接下来，用你们热烈的掌声，有请出今天晚上的主持人，倪萍、小明。腾讯视频的用户朋友们，亲爱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特别是亲爱的现场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你们好。这是我今晚的搭档，我主持了差不多20多年的晚会了，这是我唯一的特别的搭档，小米爷爷，欢迎他。我是小米，家里的人都喊我老米，随便你们怎么叫都可以。今天我们叫他小米，他只有15岁。今天我的心情很不一般，虽然主持过那么多晚会，确实今天是观众最少的一些现场观众，我特别相信电视机前的朋友和这个腾讯视频的朋友会特别特别的多。你看，这就是专业主持人随便说话。但是我依然非常喜欢这个搭档，我依然会像主持大型晚会一样，主持春节晚会一样，充满了热情，因为我爱他们。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这个餐厅要停业了，这些爷爷奶奶要分手了，他们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我们的店长精心策划了这个晚会，跟大家说告别。我有幸来到这儿，为老人做了就是芝麻粒儿打的那么一点点小事儿，这依然是我生命当中不会忘记的一台晚会。怎么老看节目单啊？说话。我讲了。小米，对，该你讲了。我代表阿布了家族对倪萍和大家的到来表示由衷的感谢。你们觉得我是像什么像个什么样的人呢？卡通人，卡尔爷爷，对不对？对。喜欢不喜欢我啊？喜欢。夸你帅。喜欢。我是帅哥。我是一个非常随和的人。性格随和。哎，性格非常随和。一生没有发过脾气吗？不怎么发脾气，但是说是一次脾气不发，也不对。没有发脾气的时候，但是很少很少。嗯，对，几乎一年里头大概发个一两次，不得了了。而且都小脾气，一般不发脾气。你说了不算。哦，家里来了脾气了，但他今天跟我说了，他老伴儿对他非常好，非常包容他，而且他没有做过饭，都是他老伴儿做。他不愿意锻炼身体，他老伴儿每天都拖着他出去走走。这个老伴儿今天也来了，是吗？来，你给我们介绍一下，请站起来。这是我最亲爱的老伴儿，叫于志林。于志林哈，哎，小敏老伴儿，你幸福吗？跟着这样一个老头儿，幸福。幸福哈，我能看出来。那边一个是我的儿子，哦，今天也来了，这是我的宝贝。你的宝贝，老爹是你的宝贝吗？是的哈，他怎么说？妈妈，把我爸爸看好。所以说他老是跟着我。你需要看护吗？我讲不要看护，他不放心呀，他要跟的。我看你在这儿挺能干活的，在家里为什么一点活都不干？也干的啊，就是我不干。他说你们家的米饭都是他蒸的，是吗？是。哦，真的？真的。啊，蒸的半生不熟的。好，请坐，请坐。这不是你们家联欢会，又说你们家干什么？说点别的。好，好的。我们第一个节目是什么？甜蜜蜜。等一下，第一个节目是什么来着？他报错了。这个，等的时间太长了，他翻了几页。小敏爷聊得太开心了，心里太甜了。哦、那个。猪猪姨呀、啊，她那个猪猪奶奶，我不是第三个吗？她是一个非常开朗的人，而且还是很爱笑。又翻错了，又念了下一页。所以表演的是蒲公英对吗？猪猪啊，这你先错了。哦，蒲公英奶奶。第二，你就先到病毒了。蒲公英奶奶，你看我的这个一样，还很硬的。啊、哦，节目一。万水千山总是情，表演者是谁呀、啊？表演者是蒲公英啊。好啊，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蒲公英奶奶为我们演唱。叫我叫，大家好，我叫蒲公英，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忘不了餐厅。我唱的歌可能很中听，希望大家开开心心。我是青山多障碍，风也急风也山峰也可前进，莫说水中多变幻，水也清水也静，只依水爱共鸣，莫怕狂风吹
山如意爱万岁，千山总是情，莫赞也有天注定，不怨天不怨你，好会啊，但求有山水共作证。谢谢谢谢，哎呦妈！我没有，哎，你老伴在这呢，嫉妒不嫉妒？等一下哦，你老伴在这呢，没关系。蒲公英奶奶是一个坚强的奶奶，已经十年了，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女儿今天来了吗？宝贝女儿来了哈，上次我们在电视里见到你了。他今天说了，他最大的愿望是，这个病要使劲往后延，为的是不给你添麻烦。他说我自己无所谓，他跟我说，他说我没事儿，我们这种病啊，自己没有痛苦。他说，但是我女儿。为女儿吧，上次我跟你了，我们这些老人对待事情的认真程度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你看蒲公英奶奶今天的鞋衣服都搭配得非常协调。奶奶今天你给自己评价一下这首歌，你给自己打多少分？如果100分的话，刚才那个啊，刚才这个打得不高，多少？75吧。好，我们的观众朋友给他打多少分？100分。就有一个戴红围巾的朋友，你干嘛要说打90分？站起来说说你为什么打90分？奶奶还能唱得更好。哦，奶奶还能唱得更好啊？那奶奶，你觉得你能唱得更好吗？我再来试一试吧。英文歌。你鼓舞了我，加油奶奶，要100分，100分，要。When I am done and oh my soul so heavy.When troubles come and my heart burden be, then I am still and sing here in the silence until you come and sit a while with me. You raise me up.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我真的很感动，我妈妈真的很棒。不管她认不认得我，我永远跟她说这句话：我是最爱她的人，也是永远陪伴她的人。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 I am strong when I am standing on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谢谢了，加油奶奶，你开场开得很好，谢谢奶奶，让您下去休息一下。是，我把这个麦给我们的
很精彩的我们的同伴们，啊，他们有多有团队精神啊！谢谢。好，奶奶说了，接下来还有很棒的人要出场，这是我们对。接下来是特别精彩的节目，因为有一个人已经按捺不住了。我叫她姐姐也可以，叫她奶奶也可以，其实我叫她妹妹也可以，因为她的性格实在是像一个小姑娘。我们就要请出的是我们的公主。公主。为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呢？我们的新疆舞。小敏叔叔，什么呀？新疆舞，哎，那给打一个气吧，不用说什么了，我给你报，你给大家拉一下气氛，让大家鼓一下掌，好不好？好的。好，你别笑话，这是我们本场最佳主持人，真的你都算不上。是，大家为了小敏爷爷使劲鼓掌。好，谢谢你们，欢迎我们的公主奶奶出场。别的呀，哎，慢点，大姑娘美的那个大姑娘啊，我东瞅瞅西望望，红旗轻歌你真把我忘啊，郎呀郎你唱你那啥真是把我气姐姐的大女儿，大女儿哈，哎呦，你妈说了，可惹你生气了。打从得了这个病，莫名其妙就委屈，老跟你闹，像小孩一样，有这事吗？嗯，有。她是我宝贝，她是你宝贝。嗯，那个妈妈跳的好不好？好。嗯，我妈妈跳的特别好。真的特别好，这种精神不得了。哎，跳的不好。跳的很好。跳的非常好。小米不轻易表扬人，你说他跳得怎么样？跳得非常好，我看得很激动，是吗？哎呀，希望你将来以后跳得更好。刚才还有一幕也很感动，我们的店长黄渤，我们的陈浩为公主奶奶伴舞，这也是一份爱心，否则他们这么大的腕儿不会这样伴舞的。这份爱心，我们也表示衷心的感谢。所有的人，谢谢。小敏爷爷，咱们现在该干什么了？
啊，该应该是大乔爷爷该上台了。对，没错哈。对。下面我们有请大乔爷爷给我带来。先生们、女士们，大家好。老爸好帅，这是你什么人呢？我是他小女儿。小女儿。小女儿，这是我大女儿。这是个老爸，全家都来了。哎，对对对，这阵势强了。对，年纪大了恐怕有些忘词，忘了词请大家谅解。没关系，你看没关系。好，那你站在舞台中间开始吧。好嘞，好，好，加油！你来了。是为了改天换地，你走了，留下盛世太平。你是一代伟人，毛泽东。我朗诵一首《沁园春·长沙》。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成岭尽染，满江碧透，白鸽争流，鹰击长空，鱼翔千里，万里桑田。尽自由，心情真的是很复杂，就想到了我老爸，我们小时候他年轻的时候他那种意气奋发的样子，今天我感觉到又看到了那个影子，所以我忍不住流眼泪了。唱辽阔，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袭来白绿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佛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这是闺女吧，再来一个。哎，真的震了我了，今天这三个节目都震了我，是我想不到的。我一想这般年龄的老人了，能像他这样，你看我们这个破墓要关上了，这是我见过70年代才有的墓。我们今天餐厅为了省钱也拉上了，后面都拉不动，黄渤在那后头扯着，拉过了那边又露馅了。同志们不容易啊，这是一份心意。下一步是你了，准备，稍等啊。先我先问问你，女儿对你的朗诵满意吗？来，满意满意，非常满意，非常满意。你在家里听过她朗诵吗？没有，一声都没有，一直看她在练字。啊，对，朗诵是第一次，今天第一次。过去没有朗诵过。你为什么没朗诵在家里？在家里啊，在家里是不是朗诵，就是有时候是背，背着玩，就是。背着玩哈。哎，对对对，那你这么多年，你有这么好的身体，红光满面，这绝对跟老伴照顾有关系，咱这不是吹牛的，是不是？哎，对。那你这么多年，你老伴伺候你，有点什么感谢的话或者指责的话都可以说。啊，老婆是标准的贤妻良母。嗯。哎。对。啊，对我对女儿相当好。
那你对他怎么样？我对他，我也是模范丈夫。啊，对，你们俩全都好。你点什么头，又不说你们家。让他们点头。好，再次谢谢我们的大乔叔叔，谢谢。谢谢您。谢谢您。咪咪哥哥，接下来是什么节目？你一直在这看剧本啊。下面就是那个节目，就是猪，是甜蜜蜜猪，开心果猪猪给家带来的那个甜蜜蜜，来，请。我好紧张，我要吃啥？我给你拿。忘记了歌词，主要是忘记歌词，就是看着看着就忘记了。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那忘记了。你回头你看他前头一二三要给啊。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春风。我忘记词，没事没事，因为又紧张。因为唱歌的时候歌词是很难记住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演戏的时候台词反而比较好记，但每次我去唱歌哈，一到舞台上歌词我就记不住，真的记不住。你应该感谢后头，你看这肥皂泡沫了，真的。这个剧组不容易啊，买了些沐浴液灌到那里头。我们的元宝和我们的这个祖儿在后头拿着扇子拼命扇呢，才有刚才那样的效果，也是尽心了。开始这个设计也很好，前面放着一篮青啊，后面放着猪猪奶奶。少女梦。谢谢猪猪奶奶，谢谢，谢谢你们啊，唱得好，甜蜜蜜。以前我妈妈小时候，她很喜欢唱歌的，但是她现在年纪大了，歌词也记不住了。今天能够唱这种不是她那种年代的歌，但是她还能上台表演，确实是已经突破了自己了。我觉得她真的在做这个节目已经变勇敢了。
我们去准备了，两位都要换衣服了。啊，那个大家吃过我们餐厅的菜吗？吃过，吃过吧？这个餐厅我今年也是第一次吃，它真的比一般的餐厅做得好，厨师们都很辛苦。我们今年也特意请他们上来为大家表演个节目。这这摆摆摆，对一下位置，把位置对一下。哇！准备好了吗？你看我们现在简陋到了，我已经很久没有做这样的节目主持了。真能凑，你看这个多么的灵活，随时台前幕后一步就迈了出来，你知道？对，今天是都来。刚才猪猪阿姨的女儿是不是也在？啊！哦、哎呦，这么漂亮！忘了、啊、忘了，对不起，忘了叫你。请问猪猪女儿在哪工作啊？哦，我现在在深圳。啊，那离着近哈。她其实性格特别好，在家里不发脾气吧？他也会发脾气，但是他会越来越小孩子脾气。啊，你特别理解他哈？知道这个病以后就可以理解，刚开始有点不理解。啊，还是这就对了。我们小时候不讲理的时候多了，妈妈都是没有任何厌烦的去抚养我们。那妈妈现在到了这种年龄，是该我们回报的时候，你一定做得很好。是吗？我争取做很好。你现在做得很好，你妈妈说了，说你做得很好。现在我就希望她能够更开心一点就好了，因为我们长大了，可以照顾自己，也可以照顾她。谢谢你啊，谢谢。好了，我们准备好了，后面摩拳擦掌了。好，热烈掌声欢迎王勇他们。谢谢。哎，你为什么好爱他？是是是，我就是喜欢，就是没有办法。就他没来餐厅之前你就喜欢他。你是网红是吧？不是，我就是厨师，我自己。你真的是厨师啊？真的是厨师，对。那你为什么还会唱歌弹吉他？自己平时可能比较喜欢一点，也有的时候哎呦，这怎么？一个厨师要长得这么好看干什么？哎呀，这长得丑的人嫉妒了。好，来开始吧。掌声鼓励。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我爱你。Remember me, though I have to say goodbye. Remember me, don't let it make you cry. For even if I fall away, I hold you.I send a secret song to you each time we are apart. 轻轻的一个吻，已经打动我的心。深深的一段情，叫我思念到如今。我一到这个餐厅我就非常感慨，看上去不是那么豪华，就这么几个人身兼数职，他们感觉是让五个老人在这干活，实际上每个人都用手托着他们，怕摔倒，怕忘记，怕没吃好，怕没睡好，儿女也不过如此，就我们为这些年轻人鼓掌好不好？拉你的时候，你要抗争一下的、哦、抵抗 啊我们俩的武器。
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爷爷奶奶为大家表演小品。我是管学习的脑细胞。我是管记忆的脑细胞。我是管行动的脑细胞。我是管语言的脑细胞。我是管情绪的脑细胞。我们是一个快乐团结的大家庭。知道我们是谁吗？我们是阿尔兹海默症。我们要绑架脑细胞。对，绑架他们。怎么绑架？很简单，我们用调虎离山计。调虎离山计，你转移他们的注意力，转移让他们把手松开。一旦松开，我就绑架一个脑细胞。好办法啊！我还不信今天绑不走一个。看我的。好。哎呀，哎呦，无畏脑细胞。哎，你们看这是什么？哇塞，没上当啊，这是聪明啊。看样我要各个击破，而且我要挑拨离间。对，哎呀，看这无畏脑细胞啊，这面是风流倜傥，这面是温柔贤淑。但是我不知道这五位脑细胞你们在一起的话到底谁最厉害呢？我是吗？因为我是管学习的呀。管学习的，你不学东西你什么都不懂。哦，对，没错没错，他最厉害，对不对？是我最厉害。我最厉害啊。谁？我走，你走厉害了。没事，你说。我是管记忆的脑细胞。哦，如果我不存在，一切都无从谈起。哦，还真的，那肯定是你最厉害。有道理，那就是你了啊？是吗？是吗？我谁？我啊？为什么呀？我是管行动的，如果你走不动了的话，什么东西都不好了，一不好看，一不好吃了。哎呦，还真是，这重要。怎么个重要法？我听听。我的情绪如果要是不好的话，我就会打人，我就会骂人，哎呦，我会生气，我还会哭。哇，那可了不得呀，相当重要了，重要重要。啊，我要我是语言的脑细胞，要是我不吭声不说话，你们都不知道我想什么了，我讲什么了。不说话了，语言是相当重要的。那是我厉害，谁厉害？到底谁厉害呢？谁厉害？我谁厉害？谁厉害？我厉害。你厉害，那就是第一了。来吧，我们绑架脑细胞了。你看，哎呀，他们把我们的第一管跑了，怎么办？现在怎么办？抢回来，抢回来呀！打他们！说，打他！等！你们两个小混蛋是谁呀？你们到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我们是科学家，正在研制治疗阿尔兹海默病的治疗方法，我一定要打败你们！死胖子！你是谁？我是忘不了家族的爱，有我们在，你们就完蛋。哇，看呀，我不使出我的绝活来，他不知道我们的厉害。大哥，对方人数略多呀。哎呀，快跑吧！哎呀，这谁顶得住啊？受不了了！哎呀！我们成功了！你这孩子，这刚才谁在我旁边真打呀？不知道爷爷奶奶对我咣一下。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天，这力量是大。哎呀，我也是有几十年没看见这样的，叫什么活爆剧吧。但是他们演得极其认真呢，都超级棒。我又一次被感动是祖儿、元宝都跪在那儿，就看着奶奶把他们忘词给他们提示，就像自己家人一样，没有这样的监制。
还有你看我们的陈赫本来都挺大的腕儿，在这儿万能啊。说到这儿，我们是不是应该让店长出来表达一下？他虽然前后忙活，但是店长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演员。好的，今天其实我有一点如释重负的感觉，因为呢，第一季的《忘不了餐厅》啊，已经临近尾声了。其实这过程中，从一开始的迷茫无知，到过程中的困难重重，然后到慢慢大家熟悉了，开始慢慢的对这个《忘不了餐厅》有了感情，确实有很多的事情是忘不了的。我特别相信你这些天心里的那份担当。对，确实是准备了几天了，因为这个老人们也很激动，因为说我们最后这天演出，我们一定要把它演好。其实他们一直在排练呀，晚上回去可能睡觉都在默词儿啊，早上起来5点开始练歌。我个人觉得真的很成功。谢谢谢谢谢谢你们，谢谢。刚才已经看了他们的表演，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谢幕，我们很隆重的谢幕。当然还有我下去准备了哈。厨师呢？龙儿，快快快，请勇哥。亲爱的，你们进去的时候帮我把那个地上的泡泡吐了吐了呗。好，我稍微扫一扫。好的。记不记得我那个动作？记得。一个一个人上去谢幕，先是厨师他们先上去，然后我们上，然后你们一个一个上。他们非常认真，现在我提议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这些工作人员和我们的五位老人跟大家谢幕说再见。好的，谢谢。下面的鲜花就不要再等了，因为我们的演出马上就要结束了。谢谢，鲜花送给我们的优秀的老人们。谢谢谢谢，表演很棒。好的，在这里再次感谢我们所有老人的亲人们，感谢你们对他们的照顾，也感谢我们的顾客们，感谢这段时间对于忘不了餐厅的光顾，那也谢谢大家能够一直支持我们的节目以及支持我们的餐厅，在这里深深的鞠躬跟我们的老人跟我们所有的员工一起再次感谢大家，谢谢谢谢。对不起，对不起。啊，陈赫这个没想失败了。对不起。好，刚才这是我们的另外一个节目，叫这个我们的表演叫《放礼花》。没有，算了。好，演出结束，谢谢大家，感谢。我现在派你过去拉这个幕布，按照我说话的节奏，我们一起来观幕。好。唉，亲爱的朋友们，忘不了餐厅这会儿真的是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但是我相信在这个餐厅里的温暖，老人们给你们带来的快乐，你们会忘不了的。这种暖流会流向很多人的心里。这里要感谢我们的
黄渤店长，感谢所有的店员，感谢我们的孩子们，我们希望我们更多的人来关爱老年，毕竟我们是一个大家庭。出门前总忘拿钥匙，走远了找不到家。我说钱好少，你一直觉得麻烦。我说再见，要扶老爸，你就染黑了白发，这时你还要笑吗？嘿嘿，傻瓜。时光这个坏孩子，他嫉妒你呀，嫉妒你曾拥有的美好往昔呀，记这个好孩子，他藏起来了，藏在我们不懂的神秘世界。从第一期开始，他们经历了从不认识到成为朋友到成为家人，这很难的，这很难的。而且今天你看这个，因为节目的原因，他们必须要分离了，而且他们能在他自己的家人面前这么大胆的去展示自己，原来以前根本做不到的事情，真的是被他们所打动，真的很感人。永远会记得这段时间跟大家一起相处的日子，也希望他们可以永远像现在这么开心，希望他们多参加这样的活动，可以在平时的生活当中越来越好，越来越开心。经过这段时间，其实大家明显看到每个老人身上的变化，最后呢也希望通过一个演出让他们自信地展示出自己。我觉得整个这个节目做完，我们的这个餐厅所带来的不仅仅是一盘盘丰盛美味，可能是一次一次播出给观众带来的感触感受。那希望这些正能量也好，这些阳光能够照射到每个人的心里面去，也希望我们更多的人能够关注关爱我们现在所表现出来的这一切老人的各种症状，不仅仅是认知障碍。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我想您，想您，回去以后一直开心，多跳舞。不要说话。王同志，再见，再见。你们，再见，再见，再见。哎呀，怎么回事呢？我们还开会呢。不哭啊，记得，记得我们。说过什么了吧？那可不。明天还见呢，啊！以后回上海来看你。好的。谢谢谢谢。我永远忘不了家，你真的，在我六十多年来，我没有想过会认识他们，我都不愧说。不用不用说不用说，咱们就是今天是暂时的小分别，对啊，暂时小分别，回去好好保重身体，我们明年见，好吗？保持好心情。大乔爷爷，再见了，再见。谢谢你，谢谢。不谢不谢。哎呀，大乔爷爷，坐啊。干什么？我们还要开会，我们还没有工作结束。不，我要抱抱。我真的不舍得他。我叫谭笑珠，不要叫奶奶了，这么老。那我就叫珠珠姐吧。珠珠阿姨就是能听到她各种魔性的笑声，在各个地方去。你看，你看，我想想我自己啊，六十多岁了。真的想不到我还有这个机会参加《忘不了餐厅》这个节目，对我自己的思想啊、行动吧，真的变化了。我以前在那个老人中心做义工啊，就是充实自己啊，就觉得已经很满足的了。那我说我不要做主角，我要站在旁边做配角就可以了。
之前是很不自信的，特别现在他是患了认知障碍以后，他那个语言的组织能力啊就比以前更差了。但他今天能在台上能上台能唱歌，我觉得他真的在做这个节目已经变勇敢。我这一辈子这一个后辈生我都不会忘记，忘不了餐厅，大家都是一个大家庭那个成员，其实好像少了哪一个不行。店长啊，导演啊，包括就是后勤那些工作人员，我要把这些那个经历啊情况呢，我要牢牢地记在心里，不要把它忘记。如果他把我忘了，那我也不会忘掉他。以前很小的时候我就曾经对妈妈说过的，有我一天我一定会照顾你，然后我有饭你就吃饭，我吃粥你就吃粥，反正这辈子我都不会放弃你，有我在你不要怕。李东桥也我叫李东桥，我的性格是这样的，比较严肃的，平时不够笑，说话比较少的。那么这次参加了这个节目以后呢，我有所改变。下次请问，千万别飞了、这个、这个你们，我送过来给他们就行。给我送过来是吧？如果他不送过来，我来出钱，我来出这个钱。店长，那人家还来了。这两个看起来都不好得罪啊！成功！太棒了！我觉得他的参加了这个节目之后啊，性格有点变开朗了，笑的也比以前多。老黄人，就是每次录制完回到家以后，总是很开心的跟我们说所见所闻啊，老伙伴们一起那种点点滴滴啊，就是很愿意跟我们说。哈哈，想啥来啥，很开心的样子，由衷的为他感到高兴。书法家在这个地方写着开业，好棒啊！哎呀，你喝茶？好，谢谢。这不这的东西，还是这个餐厅，我感觉有点难受，心里面有点恋恋不舍。特别是祖儿，这个小孩还好。是我上回答应给大乔爷爷的辣椒酱，对我是也特别关心，这个小姑娘就是对我来讲，啊，就像自己的亲人一样。你看看这是什么东西里面？什么东西啊？哇，太棒了！算了，谢谢爷爷。如果有一天我忘记你们了，希望你们不要这个轻视我，希望你们给我以温暖。这个有关怀，是吧？我不愿意听到这些话。其实我不想哭，我今天想好不要哭的。其实他就是想我们想的太多了，一直都不想自己的事情。不认识我们啊，或者怎么样？我觉得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我希望他能来得晚一点，再晚一点。然后我想。在这里跟老爸老妈说，我爱你们，我们爱你们。我叫李军富，我从上海过来的。你今天的衣服很漂亮了。嗯。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李军富，哎，对。爷。欢迎下次再次光临啊！欢迎下次再次光临。还没给钱呢。啊。还没有付款呢。今天是餐厅营业的最后一天了，您现在什么感受吗？希望还有下一次吧。还想来？想。那石叔来了啊。就感觉他参加节目以后，心情就愉快一些，更开朗了。他很开心了。不用看着客人，在这可以坐一下休息一下。对，
该收银的我没收，就让人家骑了走了，以后不会再发生这个类似的事情。你想对其他饭友认知障碍的老人说点什么吗？你可以鼓励一下他们，希望他们那正视自己的毛病，积极努力的就是参加社会活动，这样可以活动活动大脑，使病症延迟。我发觉这样也很有好处。你认识我吗？认不认识我？我现在不大认识了。姓王。哦，王多鱼。哦，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哎呦，老板一位，老板一位。哎呦，现在菌复苏也是这样，一天要吃好多的药，我好害怕。这么多的药，那个肾脏啊、肝脏啊，很真的很容易那个药物反应嘛。他不理我，他说我要陪你，我要吃药。我就想陪他锻炼，开动脑子，就让他衰了慢一点。我希望我自己健健康康，陪着他走完这一生吧，不离不弃。我会永远帮你，永远爱你，陪着你走完人生的道路。小鱼 ，I love you 。我是孙丽君。来啦！哎呦，你好，你好，你好，你是我的豆包。啊，我是你的豆包，公主。嗨嗨。原来我在家的时候很少语言沟通，除了在床上咕噜就看手机，就这就是我的全部生活。服务人员年龄可能稍微都要大一些。特殊人群，我们患有那个，就是，叫，从参加这个节目以后哈，我觉得我特别开心，变化了好多。觉得心情也好了，就是也愿意走出去了。让他哄哄你吧，他不哄啊。我觉得夫妻之间哈，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用我的方式来爱我自己。你那不是爱，你那是报复，报复。虽然你这瞅着好像是瘦一点哈，但是精神状态特别好。我现在活的就是精神。那我得真得向你学习。没参加节目之前，我没发现妈妈有这么可爱的一面。参加这个节目之后，我更深的去了解我妈妈了。我就想我更爱她。这是个小米老鼠，小米老鼠盖在这儿。哇，你这才是公主呢。哎，姐姐好漂亮吗？辣椒、茄子、胡萝卜。各位好，我叫胡公英。哦，漂亮都。哎呀，今天穿的是好好看呀、谢谢。衣服好漂亮。胡公英，嗨。我眼中的胡老师呢，是一个女强人，她其实很好强，样样呢希望能做最好。还有红烧肉吗？嗯，还有红烧肉。真的吗？真的有。红烧肉是六哎。六。啊。六号，哎呦，我把六写成九了。啊！哎呀，怎么我把九六想成九了呢？不好意思，是我弄错了。没有，我把
六写成九。以前他更加在意别人的说的话，他现在对自己的病坦然面对，他不怕人家笑话。I'm in Elsmers. We don't lose our hope to live happily. I'm proud of her. 奶奶，姐姐在给你小蝴蝶仙子。哇！是不是？嗯。When we were young ones. 一、二、三、四。他一个是很好学，什么新鲜的事物，他愿意接受。他觉得自己真的年轻了，我也看到他的开心，他心态更加开朗，更加快乐了。大马蝶，喵喵喵喵！大家好，我是蒲公英，我唱的歌会很中听。奶奶，哇！世上没有不散的筵席，怎么好的戏剧，总有一天要落幕。我已经把所有的遗嘱写好了，我去世以后遗体献给国家，能够有用给人家救人，人来了也就人走了，潇洒走一回啊。妈妈，我爱你，你不要丢下我，我也不会丢下你，不管你以后还记不记得我，我永远都是你女儿，永远都是最爱你的女儿。嗨，拜，再见了，拜拜，再见了，谢谢你们，再见。本节目由健康饮水的倡导者养生堂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看得见的真肉粒，忘不了的麦富迪。本节目由国际宠粮麦富迪联合赞助播出。本节目燃气灶由百年燃气具品牌林内提供。本节目由中国平安人寿赞助播出。平安福，全面保障，为爱守护。正片结束了，还没看够？在腾讯视频搜索《忘不了餐厅的精彩时光》，看更多会员独享幕后花絮。那又来了。五月一日起，每周三中午12点上线《忘不了家族日记》，独特视角的 vlog 带你看餐厅。谢谢，抱抱抱抱。在遗忘这件事上，这次我代表节目组给您送上一份礼物啊！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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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叔，尹吉，哎呦喂，这是我。你说会下雨，我一定忘记带伞。你说买点苹果吧，我却领回了西瓜。这是你总是笑我。真的是这个儿子。真的是一盘失望。DJ 的分类那些不管他了。这你要回来，你慢慢成了专家。出门前总忘拿钥匙走，哎呀，妥了，这后半生够怀念这后半生的了。然后祖儿在餐厅里吃，自己元宝。那现在军部说参加完节目之后生活上有什么变化吗？他还是什么活都干，家里头洗碗啊、洗菜啊、挑菜啊，反正都做，不做不行啊，不做他越来越会衰老了。那现在出去还有人认识他吗？认的，认的人多了。那你现在觉得是黄渤出名还是你出名？那当然黄渤出名了。你是老明星还是他老明星？他老明星，他老明星，我新明星。整个就是说谈参与这个活动来说，他是开朗了，我们真的认识了很多。了解很多东西，也对很多东西有了改观。参加完这个节目回来以后，我整个人说句实话，我自己觉得都有变化。我不在屋里闷着了，和朋友聚聚会，然后参加点有意义的活动。我只听社工他们说呀，包括你跟我说工友也来说你，就是比以前变化很大嘛，这其实都是在变好呀。以前那个晚那个
米兰奇啊还是什么呢，我的思想就这样灵活，我现在灵活了很多。节目结束之后，后来你们那个忘不了家族群还有联系吗？有，其实我们一直还是在微信上还是聊得很好的，我相信这个群还一直会聊下去。我每次静下来的时候，我回忆哈，我真的都挺有感触的。我挺怀念我们的忘不了家族每个成员。忘不了家族我不会忘记，太深刻了是吧，真的太深刻了，大家一起过的日子很怀念，就是很想念大家，感觉到在那里我们非常愉快。感谢公益平台支持腾讯公益，感谢战略合作伙伴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防守环行动、新浪微博、微博台网、微博综艺、新浪娱乐、知乎、网易、首席健康媒体丁香医生，感谢合作伙伴凤凰娱乐、凤凰新闻客户端、环球网、中国青年网、中华网、中国网、中国网客户端、下厨房 APP、 汉仪字体库、喜马拉雅、猫眼电影、天籁 K 歌、影视头条 APP、 智宇 APP 对节目的大力支持。遗忘家是岁月给的穴位呀，忘了给我的名字，我还是爱你呀。忘了给我的名字，我永远都爱你呀。在遗忘这件事上，我可以当个专家，考试前总忘记答案，母亲节忘记买花，你说会下雨我一定忘记带伞，你说买点苹果吧我却领回了西瓜，这时你总是笑骂，嘿傻瓜。怎么我把六想成九了呢？在遗忘这件事上，你慢慢成了专家，出门前总忘拿钥匙，走远了找不到家。我说钱好收，你一直觉得麻烦，我说人要扶老吧，你就染黑了白发，这时你还要笑吗？嘿嘿傻瓜。时光这个坏孩子，他嫉妒你啊，嫉妒你曾拥有的美好往昔啊，记忆这个好孩子，他藏起来了，藏在我们不懂的神秘世界呀。你们就坐着就 OK 了，中午脚脚蹬到了就好了啊。哎，要慢一点的，拿不了就不拿多哈，拿多少拿多少。好吧，行，给我呢，就这样拿就给他了。谢谢你呀。坐着吧，我累不累？累。爸爸，太棒了，太棒了。在遗忘这件事上，你慢慢成了专家，出门前总忘拿钥匙，走远了找不到家，我说钱好收，你一直觉得麻烦，我说人要扶老吧，你就染黑了白发，这时你还要笑吗？老白一位，嘿嘿傻瓜。时光这个坏孩子，他嫉妒你呀，嫉妒你曾拥有的美好往昔呀，记忆这个好孩子，他藏起来了，藏在我们不懂的神秘世界呀。遗忘家
尾巴，忘了量我的学分，你还是你啊，遗忘家是岁月给的学尾巴，忘了给我的名字，我还是爱你啊。今天要打你了，你应该有多高兴。忘了给我的名字，我还是爱你啊。忘了给我的名字，我永远都爱你啊。